洋翼航空 Sunwing Airlines 的网络系统故障问题持续，为缓解机场积压情况，公司分包本国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接载滞留旅客。张桂业报道。洋翼航空 Sunwing Airlines 表示，已经向西捷航空、粤洋航空和 Northern Air Aviation 在内的其他本国航空公司分包飞机，将滞留在机场和旅游地区的旅客接载到他们的目的地。公司说会继续以手动方式尽快为滞留旅客办理登机手续。洋翼航空从上周日至今，因网络系统技术故障问题，已经有数十班航机延误。公司说因为系统供应商的数据安全漏洞出现问题所致，大批旅客因而滞留本国和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的机场。